伊太层奇异、桂枝异、黑潮市场、大阪城、Leleport。今天的行程有些特别，我们要搭乘和歌山电铁前往桂枝异。9:45，我们抵达车站，准备登上这辆充满乡间风情的小火车。与城市中的拥挤电车不同，这趟旅程少了紫砂叮铃般的拥挤，多了几分悠闲与舒适。打什么呢？打什么游戏？我来的。没错，我们来的。是哦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你们在找吗？没找什么吗？小玉啊，有没有找到？小玉，桂枝站啊。嗯，这边走。来，今天大家很幸运，站长在这里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好棒啊！好，大家这边都拍照。这是吗？站长在这里。站长。10:20，对不对？我们10:20集合。好。10:20。桂枝异最不能错过的就是这里的小玉站长，可爱的三花猫曾是桂枝异附近商店的店猫，在2007正式成为名誉站长。它是真的，真的猫哎、欸。它真的、哦。叫做什么？小玉。小玉。你干嘛？叫一只进去啊？我们搭了火车来这边看小玉。对，看小玉。你有看到小玉吗？有啊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嘞？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纪念品哦。好。也可以去拍拍照啊。10分钟，快点，上去上去拍照。快点，两个兄弟站好。不要动。这个小朋友，带我们进去走一下。桂枝站对面的纪念品商店，哇，好凉哦。你有买贴纸啊？上面写什么？哇，太 lucky 了 ，lucky。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饼干呢。饼干。口味饼干，它是济州备长炭的饼干。桃子里面啊。哇，真是桃子。这个是什么果酱啊？他在体验在日本玩猫咪待的。怎么？没事，现在在玩小玉，小玉打样子。他挑战在日本玩猫咪打样子。玩小玉打样子。小玉打的，这值得哦。哇，哇，大杯都可以哦。250的蜜桃。你也可以吃蜜桃哦。妹妹咬一口，你咬一口，因为我们没有带到刀。哇，太开心了。250来。哇，你买什么蜜柑呢？那你的是有没有果冻？我的是有蜜柑，它有一粒粒的。我是有奇异。好喝吗？我的是纯的，好喝啊。我那边还有果冻哎。一瓶多少？450日币。400日币。哦。开心。开心呢？你不要讲。那有果冻，那搞笑。我叫我爸。我不会讲。你不要讲。哎，因小朋友讲的话，喝我来接出去。那小刚刚80，好棒哦！又是两个。那这边呢？我们去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对面就是那个什么小玉，是不是？如果是800，我就买。来，带我们走一下，赶快。车站，车站，小玉车站。这里就是有小玉而闻名。桂枝车站哦，走。对，然后这个车站的造型还是一个猫形状。猫哎，猫咪造型，我们看。真的猫。
他还要保持一样的姿势。小玉站长总是被无数的相机包围，他已经习惯了成为焦点，有时候也会感到有点烦。每当有游客靠近拍照，他总是会露出一副懒洋洋的表情，仿佛在说：“又来了，今天的拍摄工作还真是忙碌啊。”赞助商，哦，是盖印章。是什么？100块赞助商？对，还可以扫那个，扫 QR code， 直接支付。对，哎呦，哎呦。啊，他还有沙龙照哦。哎，站长要换个姿势。对面是咖啡店。哦，你在京都。哦，难怪你说。10:20要集合。纪念品店，走。这里是小玉车站旁边的纪念品店。哦，哇，进去看一下。这什么东西？可以，走走进去，走进去。一日乘车券呢？要400，大人800，小孩400。800块，乘车费只剩。哇！而且这里还可以专门选择小玉。对啊，哎，小玉其实住这里耶，哇，他吹冷气的，这边。还有特别委任状。贵志义小玉站长的可爱形象无处不在，车站旁专门的纪念品商店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与小玉相关的周边，可爱的文具、毛绒玩具到印有小玉图案的杯子和明信片应有尽有。置身于小玉的世界，忍不住想要把这份可爱带回家。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。这个是书签，书签粘磁铁书签。等一下，你要拿三个，要拿三个。哎呦，扭蛋，扭蛋机，哎，它不是转出小玉出来？为什么要转小玉？哈，没事。看这边看，手帕。这是小玉山小玉的车子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搭那台车。我们去那个托米卡，然后旁边还有这个装饰品。托米卡车车，我是托米卡。你看，列车。对呀。啊，车子和日期都有。喜欢小玉的话，要买衣服嘞。这个啊。对啊，这个。白色的比较好看。白色百搭，那我们就期待下一站，去走。干了，先拍照，你就是拍照。来，过来，教你怎么干。可以喝了。哎，小玉在这里呀。小玉什么口味？这是橘子口味的汽水，小玉还蛮好喝的。小玉出来了，都赶快拍照。小玉出来了，该最后一个好喝吗？好，这是橘子口味的汽水，然后它是，我帮你盖了，就是有气泡，还蛮好喝。赞，贵志车站的汽水好喝。Let's go. 云朵变成棉花糖，月亮握在你手掌，照亮我的方向，去你心上走一趟。蝴蝶会爱上海浪，翻山越岭不曾忘，就像我走向你，哪怕依然漫长。来看一下饼干，因为酒太贵了。这饼干，和歌山县，和歌山县限定。也是熊猫的，只是它有抱着小熊猫。啊，有这么可爱吗？抱着小熊猫。哎呦，大熊小熊。大熊小熊。嗯。好酷。
吃个饼干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，这是蜜桃。好，那我们再去隔壁看一下。哎，隔壁卖面的，这里这里中华面。中华。冰甲分啦。冰甲分啦。哎。然后帮你夹上。OK OK OK。来这边。啊，过来这边啦。哦，这边这边卖东西香哦。香二六号，香二六号，无时间都香。无时间香。来到黑潮市场，眼前的美食选择真是让人眼花缭乱。市场里各种新鲜的海鲜琳琅满目，不仅可以现场享用现烤的美味海鲜，还有丰盛的生鱼片、锦饭，每一样看起来都让人食指大动。考虑到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最终选择了生鱼片饭。不过当看到那些色彩鲜艳、摆盘精致的海鲜锦饭时，我们知道这个选择绝对不会让人失望，即使无法品尝现烤海鲜，但眼前的这碗锦饭依然充满了鲜美的味道，看起来让人食欲大开。黑潮市场的美食真是让人回味无穷。你的筷子。OK， 走。黑潮市场，我们现在在和歌山县的黑潮市场。对。然后来吃海鲜冻饭。海鲜冻饭。哇，这个太好了吧？对呀、啊。哟，这个这是什么？海胆、哦。海胆。啊，这是。这应该是蟹吧，蟹膏哦，蟹肉，嗯，还有这个鱼子，嗯，哦，把你嘛吃这哈、哦，嗯，这干我哈你的口味，这沙西米，佮无啊安全，是啊，嘛做青诶，呵呵，诶，嗯，诶，加无青要几套有，对啊，真该。比较那个哈，对呀、啊，不要吃，多好吃，那好看，嗯，哎呦，啊你吃章鱼哦，三千五，吃章鱼你不知道要怎么吃哦，那个不是，要有一只脚这样子爬出嘴巴里面，对不对？这样才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好啦，不是，你要留最后一小脚，然后这样，哎呀，哎呀，被咬住了。嗯，好，黑潮市场吃冻饭呢。我刚才逛完街，然后我吃这个乌龙面吃完了，然后我正在买那个，我在。喝妈妈给我买的冰沙，水蜜桃冰沙，水蜜桃。哦，它的水蜜桃好像蛮好的。昨天我在房间里面还吃了一个水蜜桃。哇，我也吃了。超大。那高级水，我吃高级水蜜桃。棒哦。超级无敌好吃。来，快点。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海洋的气息，新鲜捕捞的鱼贝类在这里随处可见。市场内有多家餐厅和摊位提供各式各样的海鲜料理，从现烤海鲜到各式锦饭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除了丰富的海鲜料理黑潮市场，还有许多纪念品商店，贩售各种和歌山特色产品和海鲜加工品，上游客可以将这里的美味带回家。黑潮市场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景点，游客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美味。市场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之一是每日举行的尾鱼解体秀，这项表演不仅展示了厨师们的精湛刀工，还让游客近距离观赏到尾鱼的分解过程，极具观赏性和教育意义。这次我特别邀请广西表哥来口译这段解剖秀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老兄们今天能够亲眼目睹我的尾鱼解剖秀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我信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提醒一下，厕所在那边，尿急的趁现在赶紧去。这鱼啊，刚被捞上来时还在哭呢，不过遇到我他笑了，因为要成为美味家了。完整版长达15分钟，由于表哥翻译十分精确，另外安排播放，记得先去尿尿再来看哦。可以吃烤肉啊，那边有卖烤肉的。他不是说12点半就要起航了？不是的，12:50要到游览车上啦。15分就要走过去了。那你要吃什么？你就是选一选，看等他们选好了，就可以去烤肉区烤肉了。你有卖冻饭的东西啊，海鲜饭。黑潮市场享用了美味的生鱼片景饭后，市场的热闹和美食让我们这一餐充满了愉快的回忆。我们也该准备回去和其他团员在游览车集合了，带着满满的回忆和些许不舍，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旅程。第二天，义泰层奇异、桂志义、黑潮市场、大阪城、Yellow Port。